2033年4月8日，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七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前面好黑，希望不要遇到可怕的东西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变成这样吗？妈的！这些疯子到处咬人，他们没救了。只有砸烂脑袋，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兄弟们，现在一定要照着脑袋打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紧急通知，我一定要小心。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，千万不能被他们传染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长城解得厉害，有序前往撤离。再来，要你脑袋开花，正是我需要的。我应该回头吗？还是坚持？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丑八怪，该死，这门打不开。怎么回事？我得进去看看。
再来呀。瑞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可怜的家伙，再见。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
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，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真倒霉，门被锁了。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。丑八怪，终于找到子弹了。这些该死的坏蛋，
这些该死的坏蛋。再来，要你脑袋开花！再来呀！再见。真倒霉，门被锁了。
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瑞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下地狱吧！要先想办法找到密码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再来呀。可怜的家伙。